我今天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台湾的观众呢，气场是很强大的，所以你看那些大牌的歌手，他们到那些大牌的歌手，他们到台湾开唱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告诉我自己说，不管天打雷劈，我都不会紧张。OK， 就像我今天上场的，我咳到死，我都不会紧张。我现在非常的 relax， 我在台上，真的，我现在超 relax。我在台上表演睡觉都 OK。但是那个紫区63号，不要再玩 Instagram。OK， 你是喜欢我的吧？因为我刚刚讲话的时候，你一直撑着头，我想说你会不会高兴？接下来这个环节我期待已久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媒体都很喜欢说我是唱抒情歌的。他们喜欢说我是抒情歌手，他们老套 ，no， 我是电音歌手 ，DJ，Bring the Green。